这个英雄到底是坦克还是法师啊？你说他是坦克吧，确实他的血条比你的朋友脸皮都厚，但是为啥他打了三个全是法伤？我尼玛，一万的法术伤害，李华刮到死都刮不出一万的伤害啊！那只有一种可能了，这玩意是个法坦。这是我今天在玩光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恶心套路，法爆泰坦流程咬金。你们看这多嚣张，全程在嘲讽，连 A 都不 A 我一下。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，你的出装归我了。不用不知道，一用吓一跳。可以看到我们还活着，攻击力直逼1000，血量18000的同时，乌康能达到1000，法抗也有600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你们注意看，我就围着鲁班一个技能都不放，这血量哐哐哐往下掉啊，给他炸死了，我还能全身而退。鲁班之狐牛逼，再加上程咬金的被动，血量越低伤害越高，满血元根一秒就没了，扛塔能力简直超乎你的想象。注意看左上角的时间，28秒开始的，一共扛了20秒，21下塔伤，主打一个字变态，打团的时候直接冲进人堆里，就跟搅屎棍一样。就算越塔被围殴，我也一下不打你，照样能把你送回家。恶心你的同时，你还拿我没办法。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套超级变态的出装铭文交给大家，抬举一把小黄刀，然后出极固止血，加快支援速度，然后出装顺序就按照我这样子来。都白嫖这么多了，要个一键3连不过分吧？后期鞋子可以换不祥。接下来是铭文，蓝色10个长生，绿色10个虚空，红色10个宿命。